早啊，早啊。Hello， 是在这儿吗？走。哎呀，就得快说。Good morning。哎呀，渴了渴了渴了，好久不见了大家。今儿又是一个竞技类了，还有个绿人，你这个人都已经漏了啊，摆出来去。我这身材有这么好吗？我终于跟大家长得一样高了。没发现我们大家都瘦了一圈吗？这话不接吗？好久不见，大家最近在忙些啥呢？你看呢？看不出来吗？忙着减肥呢，忙着减肥呢。很开心看了亚运会开幕式。我最近还是录歌，然后唱歌，忙着，然后演出。哎，我要先打一下广告，就是为我的《以爱为营》也唱了歌，对。不要再宣传电影，宣传的也差不多了。希望大家没有看的就继续去电影院看看吧。好，给王大麦。王大麦，好好。我是进组拍戏了，一直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对，那看来大家这半年过得都非常不错。这句接的也太硬了。那你们不一一汇报呀？欢迎大家来到2023年的《奔跑吧》特别季，继《奔跑吧黄河篇》《奔跑吧共同富裕篇》之后，今年我们迎来了全新的《奔跑吧生态篇》。Yeah！ 这一季的《奔跑吧生态篇》。我们还迎来了一位全新的成员，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的加入，有请。让我在雾城市里飞，攀升太多蝴蝶，没睡夕阳总无快快快，找个熟人。姐姐好，你好你好。你好，刚才我们在外边等着你，藏哪儿了？都在，我在隔壁听着你声音呢。这个衬衣是没穿好，还这么设计的？我故意这样穿的。故意的。土了是吧？土了。我很怕你突然从康师傅茉莉绿茶里蹦出来。好紧张。没事，没别紧张，别紧张。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最近在忙些什么？忙着准备节目。什么节目？准备奔跑吧。你好，你问我们做了些什么准备呢？准备跟每位老师见面的那种心情。哦，那展开说说。哎，那怎么分别每个人介绍的准备是什么样的心情？不是，不是，那你讲一下吧。你为你为了见每一个人，就是准备了什么样的心情？首先吧，好，可以了。哇，你还是放过来。我们这一次呢是个生态片，不是心态片，所以你不用担心，心态放平。没有，我心态还行，还行哈。嗯、欢迎张真源加入《奔跑吧》的大家庭，欢迎。据小张介绍，《跑男》2014年开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11岁，真是。他是看着《跑男》长大的，我们是录着《跑男》长大的，没毛病。这也是他个人的第一档常驻综艺节目，大家也一起加油！加油！作为《跑男》的忠实观众，想必小张对大家都很了解，所以我们也专门准备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同时也来看看在他心中你们是怎么样的形象。对，我们没有为难你，节目组还是要为难你。现在考验的是我们几位的心态了，是吧？哦，一会儿呢。小张可以过来看到一个关键词，根据你对大家的认知，包括你在内进行一个排序，其他的六位成员来猜这张题卡上的题面是什么。太随意了，很合理。如果没有猜出来的话，那么小张就要获得一个小小的惩罚。啊，我们猜错一把，他获一次惩罚。那我们不知道，只要一直错就行了。他自己玩一盘泥潭，不会吧？那么小张就需要品尝我们专门为他调制的
折耳根柠檬水。准备了这么多杯啊？那是一下子就懵了呀。之前有没有采访过边缘，就是不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但我不喜欢吃折耳根。那就给对了。接下来小张请过来看一下题卡。小张看来等挺久的。哎呀，这个我得排第一啊。年龄最小。不是的话那就猜这个吧。我个人感觉啊，这个问题有点得罪人。哦，我知道了，但是跳舞说是吗？能差不多应该是。哦，这样这个歌应该排第一。真的吗？我那也可以，我可以接受。你万一是一个不太好的，如果这是不好的，他把我放到第二的话，那正常啊。这样揭晓的时候你要表演一下，你会很尴尬。你这样把我和程程颠倒一下。那不行，那你不表演了一会儿。没事，沙溢哥，我相信你的。可以，白鹿排最后。这肯定是个不太好的吧？绝对是，你还是害怕白鹿的粉丝。好，这个你肯定喝了。沙溢第一，白鹿最后。这是什么？其实后面参考不大。后面参考不大。撒谎能力，是吧？哦，对，有可能。哦，有可能。卧底能力。四个字。四个字。三个字。你在干什么？什么？你能撒谎啊？仨字你能说四个字？诚信度。最能骗，最能演，最自律，最老实，最狡猾。猜对一个。醉吗？是醉吗？猜对了那个醉字。不是这种评价的关系，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的。最自信。两个字对了。最自恋。最自恋。沙哥，那我不行，这我不承认。不，我们就猜最自信。我们猜最自信。而且我也不承认我最自信。所以这道题是错误。这道题我应该是猜不出来。来，那请大家确定一个最后答案。最自信。最自责。可以。最自律。最自律，我们的答案是最自律。最自律。正确答案是。啊！哎呀，答错了！哎呀，好可惜啊，好遗憾啊！哎呀，我弟弟好善良，把我排最后一个，真的，谢谢谢谢。你这个应该从后往前排。对，我们正好反着的。对，最自恋。什么意思？那你刚才把自己放在第一个，是为了不得罪人，还是自己真实的自己？因为我喜欢自拍。哦，但是这个算自恋吗？哎，那就算吧。哦，自己答自己回。我的双簧啊，这是。那你那个应该是那么排，现在这是最自律的排吧。最自律的排吧。那很遗憾，大家这一题回答错误了。不仅你受到了惩罚，老沙还要表演一个自恋的。不，我是自律啊。他排错了。你们要喝吗？我觉得我们要。谢谢。这还要跟我们分享吗？希望你在喝柠檬水这一块也自律一些。折耳根需要嚼吗？不用，就喝水就行。折耳根吃了就行。泡了三天三宿的。噔。嗯，还行。嗯，还挺好喝。是吗？哦，那折耳根的味道还没泡出来。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想尝一下了。折耳根味道很淡，有种香香。不是让你评价。是不是还挺好喝？折耳根没有怪味。你们要不要尝一尝？这几个我不尝。这几个云贵川地区的人。有折耳根的味吗？有一点点，但很香。我很吃不惯折耳根的。嗯，是我这个放的比较淡吗？
接下来是给小张的最后一题，这道题乃至于世界我都得排第一。给我看一眼啊。也不必跪下看吧。要跪下这个确实得跪下看，我这样看不到。你一直在看我的脸。谁的痣最多？鼻梁高度，眉毛浓度，这看不出来啊。谁脸最大？谁脸最小吧？应该是。你看，哦，谁的脸最小？不是，我是先看。啊，谁的眉毛连在一起了？没有那么小心眼的人啊。啊，我能排第三？你老看我，完不排我，拿你做比较。不是老看我，完不排我，拿你当那个谁最老？谁褶子最多？谁的皱纹最深？皱纹最深？哦啊，那我排第一个，哥哥。不是，谁的皱谁？啊，老看我，完给我往后最后排。小张，你真是评价你自己，你老把你自己客气的放在最后，又让我们有点摸不清楚。不是，我看不到我自己的那个，看不到是，也没照过镜子，孩子。不是，我是真的看不到自己，这个我需要对比对比。脖子最粗。哎，我是不是刚才上手了？啊？那还是脖子最长吧，应该是脖子长。哦，脖子最长还是很接近。脖子最长，我排在郑恺后边，我不服。啊，哥，你得服，你得服，这你得服。我？你得服。不是，脖子吧？脖子最长，脖子最长。恭喜你们，对，脖子，你这四个字都对了，断一个都没有。脖子最长，真的很难看，这领口都不一样。那接下来你们双方就需要互换角色，然后由小张来猜。他能猜出来吗？哦，这个题目，哦，啊，这个怎么说呀？哦，是你吧？我只是最自律，其他的都不是罪。我觉得就是你，这必须是我这个。是，我也觉得。我得来，我得来这个。我分时候。哎，是不是这样？我们大家应该站不下了。哎，这样站不下了，这个位置。确实是。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有。我没有我。你排在第一个。没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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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没有我。不是这个这么好吗？这你猜吧，对。没有，我承认，我是甘拜下风。别不，你不，我没有，你有，我绝对没有，你绝对有，绝对你有，绝对是你俩。你有的时候绝对是，我你绝对有。白鹿主要是收工以后。这什么？我觉得这个。不，你们三个人在第一，对甄媛是一种迷惑。我们不就是要迷惑他吗？但确实，我不知道甄媛的这个量在哪儿啊？量在哪儿？量，这有量，这有量。你越来越迷惑了。这个真的是有量的。所以说，下一个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啊？你俩是不是提前真的有什么？哦，这个题目，你俩私自签过什么合同吗？是本期也有卧底，本期也有卧底。几个字啊？三个字。你没有吗？我有肯定是有。对呀、啊。但是不是罪？我觉得你跟郑恺，你们俩确实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很多时候触及到了你们的。底线不是心灵的深处。是最爱笑还是最爱哭？妈呀，这俩可大相径庭啊！最爱笑，他在这儿。
说出你的答案。下一个，别老看我，我啥我也不知道。信一点一点呗，信自己。这样吧，第一题就再哭。你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哎，我觉得这把应该老沙喝，说明这玩意儿聪明啊。干了吧，这玩意儿能喝吗？这玩意儿挺好喝的。这吸管是吧？那是空心。好，换。别点，太干了。这真的没什么怪味。怎么还到我这干了呢？得扣题了。呵呵呵，真的还可以。嗯，其实这折耳根味儿不多。有什么感想吗？喝完这，再来一个。还有更加浓的吗？去，现在从地里现挖点。下一轮玩的狠了，不喝了，就直接嚼折耳根，怎么样？来看下一题吧。哦。啊。哦，这不是很明显吗？都给我闪开！啊！我以为是他。他在第二，我俩并列第三。啊！这主要是不太了解。对，就不太了解。不太了解。对。什么？这一定是他只能一个人。没关系，我们也可以这样，最像父，最像父子。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个没有人能比得过你。这个搭配的很，你不知道，你可以在这儿，可以在这儿，也可以在这儿，就是这两位就无法撼动。但是应该到不了这儿，无法撼动，你到不了。看你未来的发展到底能跟谁是一个 team 吗？最多才多艺的，最百搭的，最有潜力的，最值得信赖的，最佳新人奖，好不好？谢谢。那我能当第二吗？这真的是众望所归啊！什么最多话吗？什么都安静了。啊啊！那就这个最多话。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凯哥，你提议的矫情。你怎么猜到话多的？因为我来之前老说晨晨哥是显眼包。你说你20多岁就嘴这么碎，你说你老了可怎么办啊？人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睁眼睛，你第一件事先张嘴。来，一人来一颗来。啊！出生白面一杯干了，且嚼了，朋友们。啊，这深深这云贵川的人，你不让吃折耳根都不行。啊，好大的，我闻到了，我闻到了，太恐怖了，朱深就喜欢这口，就喜欢这口，啊，就喜欢这口。程程，我们聊一下你最近都在干什么吧。深深，你这全是这味儿。哇塞！程程，太可怕了，你全是这，他吃完以后这全是。看一下下一题。啊！哦，哎呦，你闻着了吗？深深一跑，嘴里全是这味儿。沙哥，快看题了，别沙哥了，快！哦，我满嘴都是后悔呀！放一起，放一起，放一起。陈哥，猜吧，猜吧。真的很夸张，深深。什么？这两个是在下面是吧？没有没有，放不下了，都在上面。这样你肯定猜不出来。如果非要分一个高低的话，非要分的话，我愿意往前排一排。如果非要分高低的话，我在这里。最好看。啊？你要说刚才你这个答案的话，我可能已经不在这栋楼里了。最团结，确定吗？确定。嗯，好的，好的。你的回答是错误的。你吃香菜吗？香菜要吗？香菜要不要的话，咱就拿走，咱就只吃这里的这个。什么？这一群全干了是吧？我的嘴不是干，不是干，连稀的带干的，干的也得嚼。Oh no！ 你吃完之后，咱拿茉莉绿茶康师傅先压一下。
康师傅绿茶，健康活力每一分啊！但我现在嘴里只有茉莉绿茶味儿。康师傅，零糖零代清新。康师傅绿茶富含天然茶多酚，还有真无糖新上市的无糖茉莉绿茶，零糖零代糖零能量，清新健康无负担，让我们一起补充满分活力，保持健康的状态。来吧，干吗？干干。但我不喜欢吃折耳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马上就要成为周深这样的人。你这是贬义词，褒贬词。褒贬不一。哇！哎呀，真是生态篇啊！那相信通过刚才的小任务，大家对彼此的了解又增进了一些。希望在今年特别季的录制中，大家可以继续拉近距离，凝心聚力，快乐奔跑。你还自己屋呢？这个有点硬，有点硬。你好尴尬呀、啊！你把我的活都干了。你下次别自己，有点尴尬。你给哥来个眼神，我给你捂。好好好，说到生态文明。其实它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发展的文明形态。近些年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美丽中国建设进入了新篇章。在本季的奔跑吧生态编中，我们也将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多个维度，呈现我国在污染防治。它是一座专门用来处理滇池蓝藻的一个重要设施。这滤出来的水还是好干净啊。生物多样性，这几颗呢是华盖木鱼，咱们刚才画的那个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昆虫里面，我觉得蟑螂是被人误解的最神最厉害的一个类群。绿色生活等方面的探索和成就。好香啊，可以吃也可以护肤。可以吃啊，哇，好香啊！我们保护大自然，大自然就会保护我们。其实，在今天的录制之前，节目组已经提前在 Z 世界、奔跑吧青春部落和世界观上发起了“我的家乡太美了”活动。通过查看网友们上传的短视频，看到了全国很多地方的生态美景。如果大家想让奔跑吧来到自己的家乡进行拍摄，欢迎到 Z 世界积极参与活动。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昆明，翠湖公园，这不错，这公园不错。我们再划下一条看一下。哟，这好哎！哇，这好美。这个颜色的吗？是哪儿啊？福建的平潭。哦，福建。这么蓝的吗？这个得去，这个得去。黄山，哎呀，黄山，好好好。黄山，黄山好。哇，哎呀，这真是谁不说俺家乡好啊？这是张家口崇礼。哦，太武滑雪场。崇礼。崇礼，崇礼。去去。是不是能滑雪了？能滑雪，对，去，很适合骑行的。那我们也正是从这些网友们的推荐当中选择了昆明作为我们生态篇的第一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前往昆明最美丽的滇池，开启我们生态篇的第一页。奔跑吧，康师傅绿茶，健康活力每一分。昆明是著名的春城花城，因春城绿、昆明蓝、四季花的亮丽名片而闻名。昆明市正在努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示范城市，今天我们也将在美丽的滇池边尽情感受昆明的生态之美。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也是候鸟迁徙的栖息地，有着高原明珠之称。滇池，哇，好好汉呢。漂亮啊！曾经这颗高原明珠一度沦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内陆淡水湖泊之一，
但是通过近些年的努力，滇池水质稳定提升，一些濒危物种重现身影，水域面积也不降反增，这颗高原明珠再次焕发出了它的光彩。我们所在的是滇池旁的海埂大坝，这里是观赏滇池最大的清水平台，有着城市会客厅的美誉，也是昆明最好的观赏红嘴鸥的地点之一。红嘴鸥每年秋冬会来昆明过冬，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走来。那先没来呢吗？就在昨天，第一批南下过冬的红嘴鸥已经抵达昆明了。你说的像你第一批先过来了，看景来了。据专业的机构统计，昨天大概有200只左右，他们会在这边待到明年的3月，然后再飞回北方繁育后代。今天我们的任务就将环绕着美丽的滇池进行，除了你们7位，还有2位朋友，他们会骑着自行车来到这边，让我们欢迎他们。这个骑自行车来的寓意是绿色出行，环保的意思。环保哦。来了，女孩，你还行。欢迎欢迎欢迎，孟子义啊！欢迎两位嘉宾，孟子义、蔡文静。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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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近都在干什么吗？最近在就是调理身体。调理身体。嗯，他瘦好多。因为我上次见你瘦了好多好多，对，我现在都95斤了，差点要说。文静呢？文静，文静，我们一块拍过戏。对。嗯，什么戏？叫什么？干啥呀？加油吧，实习生。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暗恋的人正好他也在暗恋你。我就知道宋暖是这么想。孟子义已经是跑男老朋友了，也是第4回来跑男了。都来4回了？我都来4回了吗？多有空啊这是。就你敢说，果然一直都在调理身体。我马上就要进组了，我告诉你哦。对，进组。OK。然后文静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对。哦，真的？对啊，你咋第一次来？太忙了。姐妹现在上了赛场以后，现在是敌蜜，我们是敌人，敌蜜。那我们再次欢迎孟子义和蔡文静啊！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任务是环滇池生态问答竞赛，我们将在滇池边的3个地点给各位提出3道与生态相关的选择题，你们9个人将作为一个团队合计商议后作答。答对的越多，你们团队就可以获得越多的云南特产黑玉米，这些黑玉米可以在最终环节中兑换丰富的奖品，包括特级普洱礼盒、特级松茸礼盒、云南特产礼包、以及珍贵的东阳光仙虫草。这是一些沙哥需要的东西。你看他都已经开始思考了，虫草我要怎么吃。但是你们当中有2位代号笨鸟的成员，他们在今天出发之前提前知道了所有的问题和答案。真的？还有这一排啊？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引导团队选择错误的答案，为自己积累黑玉米。你是生态片还搞这种？今天所有的黑玉米发放完毕之后，整个团队有一次指认笨鸟的机会，如果你们找出了笨鸟，那么团队就可以用你们累积到的黑玉米兑换奖品，如果没有找出笨鸟，那么笨鸟就可以用它在前面赢到的这个黑玉米去兑换奖。我是真不知道，弟弟有点可疑啊。你马上就要出题了。马上我们就要看今天的第1道问题了，价值10个黑玉米。
第一题的题面就是，以下四个与生态相关的冷知识中，哪一个不是真实存在的 ？A. 大白鹭、中白鹭、白鹭。大白鹭。B. 野生菌特色小学。小学。C. 昆虫旅馆。D. 大象斑马线。我觉得是 C。你是不是在那儿搅和我们呢？啥玩意儿？我都没审完题的，你就觉得 C？ 这四个选项有三个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有一个是假的。一个是假的。我们有四个具体的短片来为大家介绍。先来看一下大白鹭、中白鹭、白鹭的这条短片。啊，真有啊！这是真的呀。大家好，我是观鸟爱好者陆建树。我们在翠湖公园，在我身后的这片池塘栖息着三种完全不同的白色鹭鸟，有白鹭、中白鹭和大白鹭。它们的颜色很相近，动作习性也很相似，但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物种。这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白鹭，但是在中间那个能发现它的喙和脚爪是跟其他的不一样的那一只是中白鹭。但是很遗憾，今天我们没有看到大白鹭，可能还要更迟一点，大白鹭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他说大白鹭、中白鹭和白鹭都不是一种物种，不是一种，不是一个物种。你觉不觉得他有点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我很相信他。你有问题？你听说过大白鹭、中白鹭和白鹭的？我还真没听说过这种形容方式。只听说过白鹭，你可以看见白鹭，不用听说。我觉得越不像真的就越可能是真的。这我也是觉得越不像真的，对，它就有可能是真相的存在。我们来看第二条短片。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官渡区福德小学的校长王胜林。我们这一所学校的这个是真的，我相信王校长，我相信。我们这一所学校的办学特色就是云南野生菌，在我们校园里面有野生菌精油提取课程，精油提取课程。他是卡顿了一下，我得怀疑一下。有点像没背好。他只是紧张。还有野生菌的博物馆呢。我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向阳而生，我觉得他像做好独一无二的自己。哇，孩子们是不会撒谎的，孩子们能不配合，这就是真的。他都说他们是蘑菇了，还不会。野生菌小学啊，他绝对有问题。他都说他老把身份给老沙，还有什么意思呢？对呀，上次就给的他。我不是笨鸟，我是笨，不是笨鸟。大家好，我是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的设计师叶向强。我相信叶向强，我相信。你要没有问题，我给你扔湖里去！我告诉你，旁边的这个呢，就是由我设计的昆虫旅馆，主要是为了丰富我们整个湿地公园的生物链。我们观察到像甲虫啊、瓢虫啊等等这一些是常见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在里面不太看得到这些昆虫？为什么？等一下，这个引导性有点强，我说实话。因为现在呢，逐渐变凉了，然后有些昆虫也进入了冬眠状态。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你看这边旁边这个稻草的位置，其实它变相的给鸟类提供了筑窝空间，更加方便它们来吃这些昆虫。这个叫昆虫旅馆，这个叫昆虫屠宰场，让昆虫来做给鸟吃。我感觉这肯定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因为这东西好像不像是临时做的，像临时做的，这还不像临时做的。你有问题？我没有问题。这你给我10分钟，我给你做。现在我们已经选出3个真的来了，第四个应该是假的。大象斑马线肯定是真的，这我都听过，真的假的？我在网上看到过，我好像也看到过的。你俩肯定没问题。来，大象斑马线。大家好，我是亚洲象俱乐部的施莹。前两年云南野生象发生了一个北迁的一个事件。哦，对，这很有趣。在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叫做为保护亚洲象出一份力。我相信这个是真的。这当时刷屏了的，大象斑马线这个设计。目前大家在西双版纳大象出没的一些林区呢，可以经常看到我们设计和制作的大象斑马线，主要作用就是提醒过往的行人和司机注意，附近经常有大象出没。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动当中来，为保护亚洲象出一份力。他很坚定，很坚定，对，眼神很坚定。那个被签那个事情，当时朋友圈都有刷。对，请大家合作商议一下，你们认为哪一个选项不是真实存在的，并给出一个答案。A 吧，我选 A。我想选 B， 你呢？我不知道，我觉得 A B 吧 ，B 我觉得很奇怪。我也觉得 B 很奇怪。对。就是 B， 他那个图片他也不是很细，他只是研究那个菇，我拿这个菇也能。我觉得像 B， 我也觉得。我选 C。C， 我也觉得 C。C 那个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太粗糙了，那个旅馆做的。这是肯定真的。你有问题，郑凯。我有问题。这太临时了，这个。我觉得那个 C 绝对是真的。太扯了吧，这个。这太扯了，这个。这人今天不太对劲。你有大问题。你觉得刚才那个像真的吗？像啊。你是不是笨鸟？C 那个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我有问题，这太临时了，这个。哎呀，万万没想到，居然是我！哎呀！今天你们两位是困在团队当中的希望独赢的两个人，代号叫做笨鸟，目标就是引导他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并且不被发现，因为你们会提前比他们都知道所有的题目。爸爸，我先飞吗？是的。凯哥在上一期节目吐槽我们节目组的身份设定不是特别合理，所以今天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满意。不玩起来怎么知道？这玩意儿万一没搅明白，给自己又搅进去了。以下四个与生态相关的冷知识，哪一个不是真实存在的？啊，你不用给我透题，我都可以给。这样没误导的真实。对。你是不是笨鸟？不是。首先，那个茅草房子真的太草率了做的。其次，一看这个名字就是节目组编的。人家明明是一个喂鸟的屠宰场，对，还给叫成旅馆。觉得自己比较 A 的人过来，我也选这个，我也选这个。反常，有点问题。你看他俩是不是有问题？他俩我跟他说范丞丞有问题。对呀、啊，他那么着急就选 A 了，绝对是 A。是 B。我们要不要听听别人的？我也觉得，我们要是听听别人的意见。我不要盘。就是你俩是不是？这好可怕呀、啊！两只笨鸟，两只笨鸟。我们听你们的。我们听你们的。我们听你们的。头的那个。我拍节目呢。我也爱你，你我拍节目呢，你等会儿。您现在收看的是《奔跑吧生态篇》，最原始的呐喊信息传递。你看啊，大白鹭、中白鹭和白鹭，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但是呢，野生菌特色小学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拍的有点假，就是你要考虑这个地方。我觉得给小学生普及这种东西还是挺正常。如果你要说这个小学只学磨菌子，那确实有点怪了。对，我也觉得是这个意思。你看，我们俩虽然选 C 了，但我们没有积极的引导你们去跟我们一样，就是说我们自己负责，对吧？有的 A 的答案就积极的让你们跟着 A 走。这俩人才最坏的，我跟你说，对吧？我们俩无所谓。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被你带了节奏了？不是，我们只是想证明我们的聪明，但是我们不左右你们的判断和决定。B 吧，那就 B 吧，确定，那就 B 吧 ，B。你们最终的选择是 B， 野生菌特色小学。对，如果正确的话，整个团队就会获得这一把的十个黑玉米；如果选错的话，那么笨鸟就会获得这一把十个黑玉米。请裁判。将玉米放到对应的得分框子里。
烦了。请揭晓。啊！是答案是 A 吗？是啥 ？A 吗？啊！斑马线。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动当中来，为保护亚洲象出一份力。不错，感觉完美。大家好，其实呢，我是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施莹。刚才说的大象斑马线故事情节呢，是根据剧情需要编排的。我们这个大象斑马线呢，也是今天早上临时绘制的。斑马线。告诉自己，孟子义，你不说你看到过吗？大象斑马线肯定是真的，这我都听过。我真的看到了，这是什么呀？真的有，亚洲象北迁这些新闻都是真的。但是大象斑马线让过往车辆注意，以及让大象往这儿走，这些都是假的。而且主要是你让大象往这儿走，他还听不懂啊。咱们没好好看。哎呀，你这又明白了。你别下一轮别说话了。第一个大白鹭、中白鹭、白鹭是真的有三种不同的物种，它们之间整体上的样子都比较接近，但是大白鹭体型更大一点，并且大白鹭的嘴会咧到它眼睛的后面。啊，那跟白鹭笑啥？那都有点，那都有。你是大白鹿，有雷同之处了。不瞒你说，我都想到后面跟的是这句话。中白鹭是穿黑色靴子，然后白鹭是穿黄色靴子。不约而同的。第二个野生菌特色小学，就是以野生菌作为它的小学的办学的特色。这肯定是有的吧？有很多类似的特色的课程。昆虫旅馆也是真的，给昆虫住，同时也给鸟吃，相当于呈现这个湿地生态。那下一次知道怎么选了？怎么选？越像真的就越不错。所以我们第一次的问答，笨鸟已经为他们积分区赢到了10颗黑玉米了。孟子义，为了避嫌，下一局你别说话了。哎，你们想啊，如果我真的是笨鸟的话，我怎么可能第一场就暴露呢？我有那么笨吗？应该是笨鸟吧。我没有，肯定后面在循序渐进的出没。你没忍住。接下来就要进行第二道问答，但是在这之前呢，先进行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前五名才有资格参与第二道题的表决。你这游戏得赢啊，两个笨鸟赢了，再加上孟子义赢了啥的，咱们基本就完了。九位成员在黄色的箭上围成一圈站定，任由一名成员站到圈中间二贴处，向上抛出手中的球，同时喊出另一位成员的名字。被喊到名字的成员要快速的进圈接住球。孟子义，哎呀妈！球没有接住，掉在地上了。其他的八个人要往后面快速的跑开。哎，快走！捡到球的那一瞬间，我们会吹哨，所有人就要站定。停止。如果砸中的话，那个人就淘汰；如果没砸中，没捡到球的人就淘汰了。可以躲吗？可以躲，但是你脚要固定住。哦，长牙，对，长牙，丢沙包的意思。对对对，我们那儿叫野鸭子。哦，它掉地你就开始往后跑，然后砸谁呢？想砸谁砸谁，想砸谁就砸。我，这样我能多玩一会儿，只能多玩一个球。开始了。孟子义，哎呀，接上了！哎，别接喊，别接喊，赶紧喊啊！赶紧喊呢！赶紧喊啊！是吗？啊！开门镜。谁？我。没呢。白鹿。这你能砍着吗？哎，那有一个想躲的，那儿那个劲，等会儿扔下去了，不带挡的，我可站起来了啊！好蛋 out， 好过分啊！欺负人家小姑娘，你跑得最远，你还说？哦，你都快跳下去了，你。你来了。范丞丞，你都快扔在手里了。喊！宋文静。哎，
郑恺，白衣，周深，哎呀，周深，哎呀，周深，你自己这样的，你过不过分？不过分，我是考虑到你的身高，你也不用这么考虑，我忘了我的身高了。周深，站住！深哥，周深，他还在那儿？你怎么就这么喜欢那儿啊？打他！别打脸啊！我这个越嘚瑟越没砸到怎么办？这懊恼了吧？沙溢淘汰，接着不算吗？你被打中了呀！接着应该加一条命啊！来吧，来！张志远，孟迪，也太惨了！打你吧，晨哥。好。差点，差点，没有没有，差点。我也来，来吧来吧。哎，今日运动已达标。你来吧，周深。快喊快喊。张震源。哇。哎。范丞丞，给扔那么高，他肯定能接着。给扔那么高，他肯定能接着。冰，冰。刚才一走是错了，我来了。蔡文静，张震源，凯哥，李晨，周深，李晨，顶。好玩是吧？你得想谁是笨鸟，你打掉笨鸟。笨鸟不在那儿吗？你感觉谁是？笨鸟太远了，我认为的笨鸟，那个是真笨。你别被他们误导啊。啊！笨鸟不在那儿吗？你感觉谁是？笨鸟太远了，我认为的笨鸟，那个是真笨。你别被他们误导啊！啊！这一轮得分的是张震源、郑恺、蔡文静和周深，恭喜四位。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喝点康师傅无糖茉莉绿茶，补充一下活力吧。哇，是新品哎！康师傅无糖茉莉绿茶，零糖、零代糖、零能量，茉莉花和绿茶的味道刚刚好，非常的健康，而且非常好喝哦。马上我们进行第二局，越高越不好接，越高越高越好接吧，越高越不好接。凯哥开始吧，蔡文静，嘿，你干啥？我快掉下来了！哎呀，我就打他，打我！上一轮最明显的笨鸟，你拉倒吧！他打不着你，哟，还虚晃一枪，虚晃两枪。哎呀，太难！郑振远，白鹿，完了，完了！哎呀呀，哎呀！这咋互望呢？俩人，白鹿，你这样打不着，
你可是真是笨鸟了。我可是大白鹿其中的小白鹿。哦，你打了我的鹿角。范丞丞，哎，啊，哎呦喂，啊，哎呦喂，哎呦，太坏了。笨鸟，我就地解决你。我不是。你这。本能反应。你这。我本能反应。你要不要听一下规则孟子义？他给我跳了个探戈。再打一次。耶、yeah, 解决笨鸟。我不是，你会后悔的。你为什么要用米老鼠的声音说话？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鸟叫米奇。我不是，你会后悔的。郑恺曾经。哎呦我的妈呀。啊，你跟我最近。我不是。这还有一个，我们俩差不多。打我没必要吧？为啥没必要？就打你。哎哎哎！我跟你说，我会下腰啊，来吧。你会下腰啊？那啥，站远吧。他真会下腰。你不要的。哇！差一点，擦着头发过去了。我很自信。杰哥，郑恺，白鹿，啊啊！有点跑不动了，咋的咋的？还行的，还行的。那我没必要吧？咱的目的是把坏鸟打掉。我不是坏鸟，不是笨鸟吗？我不是笨鸟。我跟你说，郑恺每次跑的都特别远。我跑得远有什么关系？哎，我就休息会儿。咱目的是把坏鸟给打掉。这四位在下一题的答题环节当中将会有最终做出选择的权利。好，坚持的治理复杂严峻，其中蓝藻的问题更是重中之重。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蓝藻治理的过程。蓝藻又名蓝绿藻，依赖水中的营养物质繁殖，繁殖后快速上浮至水体表面，在水流和风的作用下聚集形成一层蓝绿色并带有腥臭味的浮沫，称为蓝藻水华。大量的蓝藻水华会阻断阳光，隔绝空气，导致鱼虾缺氧死亡。蓝藻还会产生藻毒素，导致水中生物中毒或死亡。而滇池地处昆明城市下游，是昆明盆地最低凹地带，所以水流汇集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同时昆明温暖的气候也为蓝藻提供了最佳的生长环境。最严重的时候，滇池湖面的蓝藻仿佛一层绿油漆，
为了治理滇池蓝藻问题，昆明市重拳出击，除了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是引入各类打捞处理设备，建设了大型藻水分离站，防控蓝藻水滑。接下来我们就将前往藻水分离站，了解藻水分离的方法。各位老师大家好。嗨，我是负责人陈鹏。现在咱们快到的就是打捞平台。哎呦，这底下就在工作呢是吧？对，下边这一块呢，就是咱们整个藻水分离的第一道工艺，就是打捞工艺了。因为蓝藻是在水里边呈柱状分布的，那么就可以根据它的分布的一个浓度情况，上下的一个调节。它要上来？对，它要上来。然后呢？去哪儿了？一个城管就送到咱们站里边进行下一步的处理。现在这个地方呢，就在打捞平台的第二层呢。咱们在这个地方呢，设置了2公里长的一个水上围隔，主要的就是因为咱们昆明盛行西南风，咱们是在西北角，所以往这边吹。对，顺风顺水的等南藻。有可能根治吗？这个有，得要很多年吧。对，主要还有就是生活用水啊，或者等等一些雨水啊，这个也解决不了。对，还有一个农业面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的话，这个也是在整治中。第二道工艺就是藻水分离了。离咱们最近的呢，就是咱们加药以后蓝藻与咱们一个蓄能基一个反应区，它从小小的蓝藻呢就变成大大的一个蓄体了。好臭啊。对，会有点味道，就是异味。好臭。在这个地方呢，大部分的蓝藻就实现了与水的分离。这滤出来的水还是好干净啊。对，要把水再排回去吗？对，然后剩下还有部分在这个表层还会有一点点的残留呢，咱们又到下一个环节。现在咱们下边这些呢，就是蓝藻的变成了藻渣。看看这个多脏。这个已经死亡了是吧？没有，这个是上面与水分离的藻渣。在这个地方呢，大概是实现了95%以上的蓝藻与水的分离。这两个池子呢，就像是在里边不停地打气，把这个剩下的蓝藻给它拖上来，下边就是清水。你一打，它就等于浮上来。对，哇，太牛了，太牛了！下一步这个出水的，看看出水了，好干净啊！哦，这是清水。这四个烧杯呢，就浓缩了咱们整个站的一个藻水分离的一个工艺了。藻泥是什么呀？藻泥是最后这个藻渣脱水，就是为了方便运输。它还脱水了一次是吧？对。我问一下，最后最干净的水过滤到最后是这个步骤吗？对，就回接这里。这就已经是最干净了。对，这是最后一个步骤。对。咱们面前呢就是脱水车间，刚才在上班的藻渣呢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方便下一步的运输，还有下一步产业的一些生产制作。产业，它可以拿来做产业。对。这个能做什么用啊？保密，大老师。这样吧，我们偷偷说。快告我，快告我。沙哥原来一直是见我认识的，怎么了？告诉我。最后看一下咱们回滇池的一个水。哇，这么清啊！过滤完了这么清啊，这水。哎呦，这么清，好干净啊。很干净了，已经。整个藻水分离呢，就是两个产品，第一个就是藻泥。做下一步的产业化制作，第二个就是优质的尾水回补滇池。我觉得应该到了问答时间了。对，对吧？你看，对，哎，当然呢，你看。藻泥面膜不是吧？但我确实听过藻泥面膜。藻泥面膜有的。猪饲料，那刚才大象都吃一口都挂了，猪吃。哦，
我说我刚问那枣泥儿干啥用，他不说呢，这是题呀、啊。对呀、啊。刚刚大家已经了解到了蓝藻治理的相关知识。虽然蓝藻在生态上带来了许多麻烦，但在加工处理之后，蓝藻也能变废为宝。我们也专门设计了一道与此相关的问题来考验大家。在我们现场有六种藻类制品，但其中只有一种是市场上真实存在的滇池蓝藻的加工品。啊，只有一种是存在的。这怎么猜啊？椰子，椰子是真的，椰子是真的，信我，信我。他要不是笨鸟，我跟你说，信我，我一眼就看出椰子了，是真的。这一题价值25根黑玉米，如果回答正确，那这25根就全部放到团队积分区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就会放到笨鸟的积分区。笨鸟就俩人，吃得了吗？都30多岁玉米了。但其实市面上是有这些的，但是只有一个是这里，是这里的蓝藻加工而成的。OK。两位笨鸟会继续暗中引导，希望各位擦亮双眼，好好答题，并伺机找出笨鸟。这里面只有一种是真实的滇池蓝藻加工后的产品。颜料啊？啊？你觉得像面膜吗？减震材料吧。好。这确实还是。这不该要面。这还有什么偷的必要呢？我这一趴确定不是在侮辱我们吗 ？B 或者 F， 不可能。哎呦，这笨鸟可出现了 ，B 和 F 肯定是错的。大家真的，咱不开玩笑，信我，有机肥 E， 因为老实说，燃料没有投票权，我知道，我给你们分析啊，燃料不颜料啊，颜料。你还分这个？不是烧的啊！我个嘴，东北人，颜料用不着这个绿藻，面膜咱敢抹吗？有海藻面膜？有啊，藻泥面膜。但它不是海藻。对对，不是蓝藻。相信我，有机肥，有机肥。为啥颜料不可能呢？对呀、啊，它是废物利用啊。看俩笨鸟出现了吗？看废物利用。我分析的太有道理了，俩笨鸟急了。这俩笨鸟，我觉得确实占了一个笨字儿。有没有可能是 D 啊 ？D， 猪饲料。就越不可能的答案，就像上一题。对，我觉得吧，这块这个枣可能有毒，猪吃了会死，所以不能给它弄猪饲料。我觉得不能信你说的。哎呀，你们就选有机肥，信我一次。选 D 吧。选 D。信我一次吧，选个 D。没有信。不能信他。选 D。孟子义，你别尝啊，有毒。不是啊，这个味道和刚才那个味道很不一样啊。它有机肥，它肯定得加点别的东西啊。他们这样大费周章，为了提取化肥吗？那直接可以农家肥啊。依照导演组的套路，我觉得会是 C。C 就是出其不意。你有投票权吗？没有。不是谁有投票权呀、啊？我，你俩，蔡文静，我和甄媛，对吧？这样都有投票权的人发言。好，蔡文静，你先选。我选E。理由是什么？因为第一个海藻面膜，我做过这个东西，但它就是一种植物，它不是这个。然后呢，藻泥颜料呢，是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它提取到最后的时候，那个颜色已经没那么绿了，它怎么把它提取成那么绿的绿色素？猪饲料就是我觉得就是猪有毒。对，第一有毒。不是，那这个东西都有毒的话，那怎么植物？有机肥没有关系的，因为植物我们又不吃它，是不是？昆明有毒蘑菇啊，所以它就是种出来毒攻毒啊，就是毒没关系的。对，就拿有机肥有毒，然后养毒蘑菇特别合适。拿有机肥来养毒蘑菇，对，都有毒嘛，以毒攻毒。是这么个理逻辑啊？虽然分析的有些漏洞，但是结果是对的。男队员有投票权吗？我有。好，你来发言。我觉得文静姐说的都挺对的，然后那个藻泥颜料确实不是绿色的，她说藻泥死了之后是蓝色的，会变蓝。对，万一是保鲜的呢？你把你刚才说你看到的告诉他们。啊，他看到了，弟弟看到东西了。特意在那边留言看了一眼啊，藻泥加工成蓝藻加工有机肥，就是这七个。看到了。在哪？就在那边的一个板上。你一定要弄那个年纪的人拍照的一些姿势吗？什么在问藻泥的作用是吗？但他说各行各业都有哎。但我刚刚看到了呀。哦，真的吗？在哪？新鲜蓝藻泥加工蓝藻有机肥。啊。
了都。那为什么是黑的呢？你是不是？不是，我只是。是不是笨鸟？我连发言权都没有。如果这次有机肥对了，跟有机肥唱反调的，应该就是笨鸟。那个板儿为什么导演组没遮上呢？这怎么回事呢？你肯定是笨鸟，老沙，我跟你说这意思。郑恺，你这还跟我有什么关系？郑恺都挂脸了，现在你看看，小凯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又来了，又来了，最后一期说的话又忘了，又开始拉踩。范丞丞还在看呢。范丞丞，你觉得导演组在屋里还能再贴出来吗？把答案。范丞丞，你也没有投票权，你坐回来吧。他不可能在这里写，在这里写他傻。不一定，你们先聊着。周深，你有投票权，你选择。该你发言了。刚这人拉我去看他，你说我有什么发言？我们俩刚才一直在观察大家的发言。对，一直在观察大家。然后有的人很明显。那你告诉我呀，我肯定不是。我半天都没有发言。陈德胜放烟了，是吗？陈德胜一直在往其他的方向过来。这后面三个反子一定有答案，有机肥吧？我也觉得有机肥，但范丞丞说有机肥，我就又想改。那你们换一个，换一个，赶紧换一个。别的了，赶紧换一个，赶紧。范丞丞可能使的一招，现在我真没身份这次。哎呀，太明显了，孩子。请四位亮出你们的选择，三二一。四位亿，四个亿。你们的答案是你们的答案是正确的。能不能排除我了？你说的是鞋垫，你告诉我。那瞎扯！你看看，你说的是这个，我给分析的。你说的是这个，那会儿胡扯了，那鞋垫。范丞丞，我背你了。范丞丞是笨鸟。我用我十个玉米来打赌，你俩都是，你俩都是。我刚刚赢了十五个玉米，那是大家的玉米。这么简单啊？不是，我以为你们不会就是这么轻易让别人看到答案。是导演组没想到，主要没想到张真源的眼神太刁民了。他没觉得我们平常这么散漫的一个团体会注意看那个板子，没想到我们求知欲这么强，一直在找。他们甚至还在后面观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学习，结果我们真学进去了，傻了吧？和大家解释一下所有的这些选项，像面膜它是海藻面膜，就不是蓝藻面膜。海藻面膜。像藻泥纸、减震材料和颜料，它在理论上都可以用蓝藻进行理论上加工，但是因为它的成本原因，就是你弄了很多蓝藻，最后可能性价比很低。对，性价比很低，你的颜料做不出来，或者是鞋垫那个胶弄不出来，所以实际上不会这么进行加工。不做，有机肥的话，蓝藻可以通过与其他微生物建立共生或关联的关系，增强土壤肥力，提高作物生产力，降低化肥、环境污染等优势，太聪明了，所以它会加工成为有机肥。那猪饲料？猪饲料是因为蓝藻本身含有毒素，所以它真的有毒，做成猪饲料。对不对？我一个人说不说有毒素？你别说了，你这笨鸟都露出来了。你肯定有问题，你老踩我。你俩有点，真的有点狼互踩的意思。我也觉得狼互踩。恭喜各位成员！哇哦，成功的答对了这一题，赢得了25根玉米。哇哦！哇哦！凯哥好难过啊，凯哥。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滇池南岸的沙堤村。你的村？沙堤村？哎呦，沙什么村？沙什么村？沙堤村。哦，沙堤村。我们将会在那里决出下一次的答题权，请没能答上题的几位也继续努力。好，来吧，欢迎。
欢迎大家来到昆明市晋宁区的沙堤村，这里位于昆明滇池南岸的环湖南路旁。为了扛起滇池保护治理的责任，全面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发展，沙堤村从2021年开始拆除对滇池流域形成大水大肥大药的简易大棚，并开展传统绿色农业种植，提供观光休闲、农耕体验为一体的农旅服务。哇，这个好好看哦！远方的些沙堤留下了，沙堤留下了，沙堤留下了，好美啊！哇，好舒服呀！这是个什么游戏啊？大型游戏了，上道具了。这什么啊？是个跷跷板。啊？跷跷板？跷跷板？我小时候最不擅长这个，长大了应该擅长了。然后，跷跷板规则。成员两两一组，坐在跷跷板两端，裁判会在跷跷板底端放上气球，成员需要通过移动重心控制跷跷板的起降，压迫15颗气球，用时最短的前三组可以获得答题权，分组由抽签决定。我们是一，哎，我们一组。哎呀，没有五吗？抽到5号球的那个人，在前面的4组玩完之后，挑一个输了的成员组成第5组搭档。5号太背了，还得选个输了的。为什么到了昆明之后就没人选你了呢？大理的夜好冷。咱俩先试一下。你得跳一下，我才能。我得往前，然后我再往后。吓死了！我们再提醒一下，第一要注意安全，你们要抱好这个助。当然，这都不用你提醒。第二就是开始吹哨之后，脚就不能落地了。啊、你要通过控制重心来控制跷跷板的起降。那我就得这样，特别往前。你还下不去吗？啊啊啊啊！你得往后。全程压不下去，我都这么往前了都下不去，坐到最后，然后我往后，哎，脚落地了，但我这没法不落地啊。那不行，那你这我们很难判断你这个用没用力。你不行你就盘腿坐在上面，盘腿坐在上面，你就这样的。你可以蹲在上面，你可以翘着二郎腿坐，或者你倒立，你在上面倒立也行。你们是不是好久没录了？话这么密呢？最近。第一组，晨哥和晨晨计时开始。哎哎，脚脚。哎，好。脚脚脚脚，哎。哇，他们好厉害啊，好快！尝尝你是以不变应万变是吧？哦，就陈哥一个人动，你就是个配重呗。尝尝就没有动过，只有陈哥在动。这锻炼体能呢，就锻炼的只有一个人啊，没事。程程，你还在吗？你现在像个考拉一样。好累啊！程哥汗流浃背的。反正就是累的只有程哥一个人。还没到15个吗？9个。你得往后，我往前你就下去了。小心小心，晨哥，你还得爬回来呢。哎，小心啊！这帮啊，你也是你爬啊，我就一个动作，你来回爬，我给你找一个那个什么平衡棍，你就这样咔咔咔咔咔咔咔。是不是走钢丝那个？你零脚，他啪啪啪啪啪啪。我在游。
这个行，他这样，你看，哦，他这样终于往后移，对你背对着，这个很棒哎。哇，特别好，好累啊，你动了吗？嗯，第一组晨哥晨晨用时1分28秒，接下来第二组，我们要挑战28秒。姐，你先上吧。位置怎么样了？太实用我这个方法。嘿，等下换一面吧。哎，妈妈妈呀！你别忘了，旁边还有一个人呢。妈妈妈呀！第二组，张真源、蔡文静挑战。不是，我的体重这么轻吗？现在，这人你得过去，是王导。快！哦哦哦哦哦！哎呀，好了。对。对。你知道。好了。哎！快快快！哎！快起来！我就像张正元这样躺着，你能不能压动我？我当然压不动你了，你撑我什么？嘿，没劲儿了。嘿，哎，姐，你得往后一点。我空虚了，我空虚了，我要麻。我发现借了一个蹦的劲儿。走走走。嘿，走啊走啊。走。哎，他们找到窍门了。哎，来来来，哎呦，嘿，来，哎哎，何时弄，哇，好快啊。第二组挑战的成绩是1分19秒。我们前面稍微没找到规律，对，后面找到了，非常 nice 啊。第三组，沙溢、白鹿，得在中间，嗯，不能老在两头，中间会很累。对，越中间越好，是不是？我就保持一个位置，是吧？往后一躺。是的，是的，是的。找着规律了。来，你对，你就坐这儿啊。好了，我们好了。陈不是，得试一下。行吧，这不是说咱都商量好了吗？露露一个人都压不起你，你这感觉我好多沉似的，你这。你让我去上。我上一上也不容易，再往后，再往后。老沙，你得往前。对，你还得往前，对对对，好。我都坐这儿了，那我下不去了，我这么轻，这组咋弄啊？这组啊，哎，哎，你再往后，好。好，你再往前，你再往前，好，你再往后，好，你再往前，哎，你再往后，好，好，你再往前，你再往前，我没力气，来呀！第三组，沙溢、白鹿挑战。还挺快的，哇，好快啊！走，哇，来，妈妈，这儿虽然快。
快，但是好丑陋啊。不美观，走。来，快快快快快点！输了，什么？计时的，输了。继续啊，继续啊，快快快！快快上去，上去。你快！别着急，没躺好，刚才。走，走。哎，白鹿坐下。再起来一下，再起。这咋整的？哎，还剩几个了？目前是七个，还剩八个，还有八个呢。这算吧，给加加一个，加一个，算一个，算一个，算一个，这都。这怎么弹性这么好呢？到我们这儿，走。可以了，可以了，渐入佳境。哎，三个了，最后。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不是，起不来了。对，起不来。给他往下点，让他上。这么累吗？挺累的，真的。对，真的挺累的。走。哎呀，还干这事儿了？刚在保护你来着。走。还有两个，最后一个。是怎么回事？我还告诉你说总结出来了，总结。孟子义，我们怎么办？你就是你动我就趴那块不动不就得了？好了，你动吧。咱开始，来开始吧。孟子义，你这什么战术？跟范丞丞一样吗？其实我感觉你们俩应该还挺好弄的吧。第四组孟子义周深挑战。哎呀！啊啊啊！哎呀！哎呦！啊！啊！好嘞！得再起来一下。在我这发技巧。好嘞！太拼了，这个玩出蝶七的感觉了。Tom Cruise 周，哎呦！注意安全！哇塞，好猛啊！周深，这只是特别技而已。快上来，快上，快上！哎呀哈！哎呀，真灵活的！跳跳不动了。周深，你可以直接下班了，我觉得录完这趴你也差不多了。这样真的很累。气球。跳。
通了，好累啊！我到了，我到了，嘿，一二三，哇，好了，你往前。哎呀，在下，你可以的。啊，那边，嘿，啊，嗨，加油，还有四个了。怎么，这么多？下去！啊！啊！啊！注意一下！加油加油！注意一下！啊，再往那边，那边还有一个。孟子义，不要放弃！叫你别放弃，不是叫你快落地。子义好聪明，他下来又是丢身了。加油！孟子义加油！啊！那边，那边，那边。金哥还能站稳吗？这个好累。我能从哪组里选？周深、孟子义，总用时3分20秒。我们这么努力，我们俩这么努力，这么努力，那么整得好，谁不努力似的？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张真源、蔡文静组，排名第二的是李晨和范丞丞组。接下来凯哥就可以在后面两名，也就是孟子义、周深、白鹿和沙哥中间选一名作为你的搭档。这样，你们四个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啊！吓死我了！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剩咱俩了！妈呀，又剩咱俩了！石头剪刀布。OK， 第五组凯哥和白鹿搭档。咱俩先找个平衡，或者你再往后就我挪。就你挪？啊，我这么挪。好，来吧。郑凯、白鹿计时。哎呦！你看人家这速度怎么这么快呢？没准还超过了张真源呢。好厉害啊！为什么露露跟凯哥在一起的时候明显努力多了？你看。哎！哇！凯哥好厉害。我也想跟凯哥再来一次。我也想跟凯哥再来一次。喝酒，喝酒，喝酒是什么？喝酒就是喝酒，喝酒。起来了，已经。猎豹速食扔了，猎豹。有超过1分钟吗？应该没有吧。郑凯、白鹿用时58秒。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要用，你要，你白鹿现在是这样，一次是最后。一次是第一，我采访一下，你说你跟郑凯这次
得不得益于跟我之前有一次演练？不是，你让我证明了不是我的问题。那我们前三名的组别就是郑恺、白鹿、张真源、蔡文静和李晨、范丞丞。恭喜刚刚任务获胜的六位成功的获得下一次的答题权。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牛恋小渔村。牛恋还是留恋？牛就是牛羊的牛，恋就是恋爱的恋。牛爱上了鱼，跨了物种的爱啊。你们去那儿可以问问当地的人。你们就要前往牛恋小渔村，探索滇池流域生态防治和乡村振兴的另一种模式。我们也将在那里进行今天的最后一次答题。好，出发吧。笨鸟快被推出来了啊，你们小心点儿。凯哥，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是踩我是有传统是不是？这是凯哥，我不踩你啊，我觉得你一直被我们踩，今天不踩你了。郑恺是不是我很怀疑，现在我还没确定，范丞丞肯定是。我如果不是，今天你就把你的普洱给我，把虫草给我。可以，真的可以哈，真的可以。把尼莫给我。要孩子有点过分了。要孩子你这有点过分了。我跟尼莫住两天，借两天行吗？哥哥，你这两天将改变孩子一生。漂亮，这里好漂亮，这里真的很美。欢迎来到牛恋小渔村，在我们右手边的云南的高原明珠滇池，在滇池边最美的夕阳就在我们这边看到了。传说在这边表白成功几率非常的高。你看我们哪个像一对的？这些都是后来打造出来的，以前不是这样。对，以前不是这样的。之前的小渔村，村子里面杂物满地，生活污水、农业污水随意排放。为了保护我们这颗高原明珠，采取了一些治滇措施，像我们的四退三还一户，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工程。现在村子的生活污水也全部被截入到我们的环湖截污管网，这样滇池的水质就被保护起来了。好大的工程！现在小渔村也从之前的丑小鸭蜕变到我们现在的白天鹅。而且改得好好看，感觉像加了滤镜一样。快进去吧，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咱们村。这条街我们称之为鱼市街。哦，这么多好吃的。冰粉有人吃吗？吃。这边是我们的乌桐走蝇，是我们的非遗产品。哇哇，这个是乌桐，乌桐用手汗把它捂黑的。哦，只有云南有这个乌桐走蝇。都是你的汗吗？都是我的汗。刺绣。哦，好可爱。这得是结婚的时候穿的。对，婚嫁的时候有。你来一双吧，我送你。咱我要睡觉了。到时候再穿呗。你结婚的时候我就不随礼了啊。好好好好好。哎呀，肉米线，朋友们，米线来一碗吧。我手机拿过来直接买了是吧？可以生吃的玉米。哇哇，好甜。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夕阳三宝，它有红皮瓜子、黑皮花生，还有我们的高钙米。这边就是本地产的一些鲜花。这边就是大家的游戏场地，祝大家玩得愉快。谢谢谢谢小邓老师。我们来了，来这儿已经吃饱了，我们都吃饱了。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人家刚才非得给米线也不错。哎呦，那么多吗？米线，哎，来点来点来点。哎呦，你俩整点热乎的啊，还挺香。刚刚大家已经了解了小渔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那么到了饭点，云南的美食也十分值得推荐。已经吃上了。合适吗？给大家准备了菜呢。云南由于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饮食原料来源丰富，烹饪方式古朴且多样。在这里我们也将以云南美食为题目进行最后一次答题。哦，
接下来我们会送上七道美食，其中六道都是云南的特色美食，一道是我们新开发的美食。节目组自己开发的黑暗料理啊，折耳根炒肉，你那是黑暗料理。你们需要把这一道新开发的美食找出来。你们有厨师证吗？你们就开发。我们七道菜全部都是厨师做的啊，那我们就尝尝就知道哪个黑暗了。这一轮一共有25根黑玉米，大家有2次回答的机会。到底今天最后哪个阵营有资格拿玉米兑换奖品，也要看笨鸟能否隐藏到最后。好，行，这个弟弟饿的。请裁判给大家上菜。一说上菜啊，都鼓掌了。凉拌猪血。凉拌猪血。这个是不是有点离谱啊？凉拌的猪血。仙人掌刺身。仙人掌刺身是真的。这是什么？猪肉刺身，我真的第一次见。蚂蚁汽锅鸡，里面有蚂蚁啊！好多眼睛，好害怕。《昆虫总动员》一定是真的。木姜子根是什么？木姜子根。耶！说实话，云南这边吃的确实挺怪的。你也说不准他们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你拿不准。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七道菜啊。第一道木姜子根，哦，大师在这儿呢。这是木头啊？啊，对。啊？云南特有的山胡椒根。啊？你确定吗？你确定吗？白鹿眼神是你在瞎编吧？我觉得你忽悠我。你昨天晚上这个木头从哪儿捡来的？你真的确定？要不要我闻一闻？闻闻来。这可以直接啃吗，哥？是一种调料啊？对，是一种香料。好像是，我闻我闻，闻到啥了呀？香啊，木质香，有点大衣柜里樟脑那味儿。啊，这好香啊！啊，这是生香，它是一种香料，尝一个就知道了。对，不就是木头皮吗？我怎么觉得这个木头是智商税呢？它就是木头啊。为什么要吃木头？这木头，我吃一个。你少吃一点，一会儿告诉你那个就是柴火棍。第二道菜是昆虫总动员，里面包含了竹虫、蚕蛹、蜂蛹、水蜻蜓、蚂蚱，采用蒸、炸、凉拌、炒、红油、酸笋、煮5种方式烹调。昆虫总动员应该是真的吧？这个有，我吃过。还有蠕虫、蚂蚱、蜜蜂、蜂蛹，哦，好好吃，真的假的？真的，最好是我吃一个。有厉害，看看尝尝。啊！蠕虫太好吃了，什么味儿啊？焦了的蛋白质，高蛋白。小心，好吓人！昆虫总动员。他这还没全来呢，全来比这还多呢，你这是半动员，还有在家没出来的呢。第三道剁椒鱼眼，选取了皖鱼的鱼眼以及周边的肉，肉质鲜美，特别有嚼劲，以剁椒烹饪后麻辣鲜香。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鱼眼，假的，搁哪儿那肉，就眼睛和脑袋，鱼眼和鱼眼周边的肉啊，周边的肉，眼周的肌肉，可以尝一尝吗？啊，你这说你自己是甜妹儿，他刚刚跟我说我是大甜妹儿。甜妹儿呢，就是不喜欢那种甜甜的东西。谁是甜妹儿？你算甜妹儿？我可不是甜妹儿，可是我是大甜妹儿。我真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尝尝，你尝尝，没事，你吃吧。吃一个，吃一个。啊，我可以尝一尝吗？可以。你看我是大甜妹吧？赶紧的。孟子义刚才在车上就说我要吃大鱼大肉，来了，大鱼大肉。不错，这挺好吃的。第四道蚂蚁汽锅鸡，真的真的。在煮好的鸡肉火锅里撒一把蚂蚁。蚂蚁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那鸡是什么呢？鸡没有营养吗？鸡肉火锅可以接受，来了一堆蚂蚁。蚂蚁我好像知道，我觉得这个猪肉刺身有点过分了，攻击到我的底线了。猪肉刺身，它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的猪皮和猪肉的口感。我觉得猪肉那个不太像。我尝一口行吗？可以，可以。哇哇，勇士。为你鼓掌了，这姐姐鼓掌。不是我就试探一下。
你都已经说出这句话了，你尝一口，你尝一口。不是，我就想试他一下，他如果让我吃呢，说明这道菜应该是真的。哎呀，那你把他们想太好了。来来来，不用不用，不用对我这么好。来来来，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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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是生态篇，如果不能吃的东西，他不会上的。这是生态篇还是虐待篇？受不了了。下一道，仙人掌刺身，就是黄瓜，像黄瓜。新鲜采摘的仙人掌，这能吃的？它都拉丝儿了，从我这个角度粘的，有没有可能那玩意儿就是一个青瓜条拿过来骗你们的？是仙人掌吗？就是植物的味道，有点像拔丝黄瓜。拔丝黄瓜，这我得尝一口。你尝这个，带刺儿的。我觉得这仙人掌怪怪的。没有没有，仙人掌应该是对的。最后一道，凉拌猪血。用新鲜的猪血打片，佐以各色调料，口感似果冻，酸辣可口。生的呀，看一下，生的。鲜猪血会不会不是猪血，放了颜料？我尝一口，你来，来，你来。你们是真不怕我死？要不我吃一口？我觉得你吃三块，哥哥。你这样，你先吃一小块那个，完了之后你再吃一小块这个。对比一下这俩哪个假，再啃一口那个根。就咱既然已经出来一个人，就可一个人来。能吃吗？可以吃，但是因为它是生冷的，所以肠胃不好的不要吃。还好刚才垫了一碗米粉。那你的胃有东西了，可以尝试一下猪血。你别说，我还真想试试。来来来，哎呀！掉手上了，多来点辣椒。好吃的，好吃的，是什么味儿啊？好吃的，我觉得他可能骗我，好吃正好吃，他可能骗我，没有好吃的，果冻就是那个辣椒的香味儿，这好吃好吃，真好吃。那大家可以互相聊一聊，你们觉得哪个是我们研发的？我觉得这个假的应该是在这个猪血和猪刺身这两个。我感觉他一下上来两个猪肉就可能都是真的，如果只有一个就说明有点假。说实话，导演组的刀工艺绝对没这么好，能骗把猪肉骗成这样。对，这肯定是对的，这虫肯定有。这有，云南特别吃虫的，云南有名。这蚂蚁汽锅也没有。这有，这真的有。这有，这有。节目组不可能专门去找这么多蚂蚁，我觉得。什么？这养殖的蚂蚁？我说还他找蚂蚁？我说节目组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别的地儿的。那会不会是鱼头改装成鱼眼，变成他们自创的呢？就没有剁椒鱼眼。按道理来讲，剁椒鱼眼你就应该把眼睛弄出来，就应该全是小眼珠。对啊，越说越残忍了，全是小眼珠。你们真的好可怕。所以他这道菜其实应该叫剁椒小鱼头组合。但是因为他们自创的，所以说就给了一个剁椒鱼眼，就很奇怪的名字。哦，有道理。你们两个怎么这么能够自说自话？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咱们说啊，一个专业的厨师，他不会在出锅以后，在这个猪血上撒点葱花。为什么这个是导演组做的，没有香菜上面？哎呀，没有点缀，有点匆忙。我不信。我觉得最好做假的就是这个。说实话，谁吃过仙人掌？谁能确定那就是仙人掌吗？哎，我问一下，不管这个菜有没有，你确定这是仙人掌是吧？不是黄瓜是吧？就食材上不骗人，这就不能再往下说了，你们自己判断。哎呦，你看这里面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哦，是白的，完全不是一个材质。这我发现，你看，哦，哎，这个可以吃吗？我想，我刚试了那个，我想试一下是不是一种。一个是剥了皮儿的，一个是没有剥皮儿的。咱第一次常住也没有必要这么拼啊。我这能吃吗？我真吃一口啊。你吃。不对，味儿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样吧，为了验证它是不是笨鸟，我也吃一口。一样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怎么会出了两种味蕾？你俩就肯定是笨鸟了，不对。这个不拉丝儿，这拉丝儿，这个一定不拉丝儿，绝对不一样。你吃的那地儿靠后了，它没有丝儿了。你往前吃，全丝儿。对，你看那里面是一样的，味道不一样。拉丝了，拉丝了，拉丝了，拉丝
了，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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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口水吧？不是，不是，这拉好长，好长的丝哦。对，拉丝。好了，好了，好了。啊，李晨是笨鸟，承认了，绝对的。晨哥跟真源是笨鸟，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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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不可能指他，因为他刚才上一局他拉我去看的答案啊，迷惑你们呢。这把来不及了，上一把已经赢了，咱们不可能，我们俩上一把是赢的，我们五个人，你我，我们几个人绝对是没有身份的。哎呦，你这么不想听他说话吗？我又看到了沙溢在开始混水摸鱼，沙哥开始带节奏了，你看看他一直在搅和，你俩肯定是一帮的，我告诉你，李晨、张真源，李晨、张真源，老沙、老李、老李。老李、老张，千万别听沙溢。选鱼头，鱼头，听我的，听我的，别听他的。不是，因为我刚才尝了这片木头了，难以下咽。啊，我吃了两口。而且那道菜木姜子根只是一个调料，那道菜不应该叫木姜子根吧？它最起码是个什么什么菜？这锅是饵块，饵块，饵鲜，饵块，饵块肯定是这名的，我确定。所以就没有这个菜，它就不成一个菜，这个玩意儿。木姜饵块，我觉得是导演组就是耍了个小心机，把它加在里边。那我觉得是 A， 木姜子根。这不像根呢，根这么粗吗？老树根，跟你一样。我觉得他把最怕我们吃的那根树根给拿走。你觉得他有毒没毒吧？毒肯定没有，有毒白鹿应该已经走了。唯一吃的这木头的是我。接下来就要进行表决了，这一轮拥有投票权的是李晨、郑恺、张真源、范丞丞、蔡文静、白鹿，你们六位。我这明辨事理的没有权利啊。倒数三个数之后就请大家亮结果啊。三，赌一下吧。二，一，请亮牌。那我就选这个呗。C， 你有没有改 C 了？第一次做出的选择就是 A， 木姜子根。你们的回答是。等你来拿。第一次做出的选择就是 A， 木姜子根，你们的回答是错误的。是哪个？木姜子根就是这边当地的特色的调料。啊，好笨呐！请把我刚才的发言删掉，不要让当地人看到。我都说了，他有耳块，我吃过耳块。那我们下一个选什么呢？真的选 G， 真的选 G， 好人想赢选 G。C 吧 ，C 吧。怎么感觉每个人都在带节奏？选 C， 选 C， 咱们就能挣十个玉米。为什么沙哥一直想让我选 C 啊？我跟你说，那就这个，最简单又最复杂，因为这个最好作假。凯哥肯定是铁坏鸟了。我怎么笨鸟了？都吃了这么多遍，甚至都把里面的那个真仙人掌给啃了。我没啃真仙人掌。哦，我没吃。凯哥，这么多季没有人相信你，来，我信你一次。来 FF， 来，是不是？我只是想信你一次，这次不够，下次再也不信你了。那不也不能赖我呀，这导演组太具迷惑性了。我也选 F， 来吧，试一下，咱就跟凯哥赌一下。等一下，哎，想不想赢？咱这是只想知道真相。倒数快，三、二、一，请亮牌。你别选他的。三个 F， 这里面必有一头狼，你绝对是狼，坏鸟。那 F 仙人掌刺身就是云南的当地特色 ，no， 所以回答错误。先请裁判把25根黑玉米放到笨鸟的积分区。你给我公布正确答案。不会真是 C 吧？正确答案是什么？你要不要再猜？还要猜一下？我们不想再猜。不要再折磨我们了，这才直言。猪屎！导演组自己研发不是云南特色的答案就是木姜子根，昆虫总动员，剁椒鱼眼。剁椒鱼眼，这是有这种菜吗？谁会只点一只鱼眼吃呢？它是一盘眼睛。哎呦，谁会点这样的菜啊？剁椒鱼眼肯定不是。哎呀，
那我给了正确的引导。你得给剁椒鱼眼找一个充分的理由。你说你吃过，你就说有一种鱼眼睛特别大，特别肥美。那就说滇池里面的特产的鱼吧，滇鱼。滇鱼。那滇池是禁止捕鱼。这题有点难，我刚才尝了这块木头，难以下咽。我觉得是导演组就是耍了个小心机，把它夹在里边。那我觉得是 A， 木姜子根。我跟你说，那就这个，最简单又最复杂，因为这个最好作假。凯哥，这么多季没有人相信你，来，我信你一次，来 FF。哎，是不是？我也选。导演组自己研发不是云南特色的答案就是 C， 剁椒鱼眼。姜圆圆一直要选鱼眼，我也一直要选鱼眼，把我前面分析的那一套都剪进去，我的高光都要给我剪进去啊，对吗？我就说男人单独吃鱼眼，没有这么一道菜，是因为这里有吃猪眼的，但是我们相当于换了一下，把猪眼变成了鱼眼。哦，这个是真的。猪肉刺身是大理白族的传统美食，并且是招待贵宾时才会吃的。凉拌猪血是真的？凉拌猪血是云南当地的佤族、傣族、彝族的美食。 A 选项木姜子根也叫珊瑚椒根，是云贵地区的特色香料。对不起，木姜子根，我误会你了，你是好吃的。我们差一点就都赢了25个黄瓜。玉米啊，对，不听啊，不听老人言，我一直告诉你们是 C。把我这批一下啊，我这没有这一杠。目前双方的玉米数是，团队总计25根黑玉米，笨鸟总计35根黑玉米。到底今天最后哪个阵营有资格拿玉米兑换奖品，也要看笨鸟能否隐藏到最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前往村庄的中心营地集合。哇，哇，像露营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到小渔村的中心营地，这里也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娱乐圈营地。因为村子毗邻滇池，所以这里也发展了水上帐篷餐厅、水上帐篷酒店等旅游新业态，这些也是小渔村打造高质量农文旅融合的亮丽名片。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今天的最后一个游戏，叫做一口气找到你。每轮游戏当中，一个人站在中间用大声功喊出口号，另外两名队友需要在他发声的期间到旁边的8个帐篷中拿取指定的物品。一旦发声者的声音中断，找东西的成员就要停止动作。找到东西最多的就是这个游戏的获胜队。获胜队的三个人可以每个人查看一条关于笨鸟的线索。哦，肺活量，肺活量啊！那周深你肯定没问题，这个肯定周深。对，来吧。但是他不好好玩。我肯定好好玩。他不会的。你坏身份是已经，孩子已经定死了，咱们就咱们明着玩了，行不行？咱们拿出点姿态来。啊！他又贴脸。这已经明着了，这已经坏人已经明着了。我没有。你就别害我，你就别最后一个。我现在不知道右边这两个人是谁在撒谎，我想快点知道真相。请两位来领取单子。黄瓜、杯子、贴 R 标的康师傅绿茶、腾格野餐店糖面包、番茄、白萝卜。准备好了吗？好。可我现在有点缺氧，我觉得。你是不是开始有点紧张了？紧张，成不了一点大事儿。来。好，预备。第一组第一次挑战。奔跑吧。番茄。哇，白萝卜没有白萝卜呀，走。不行，有吗？这儿找到了。
挺长的。注视，注视，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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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面包都拿出来了，橙格，橙格不是绿格，拿错了颜色，那个野餐垫，野餐垫，野餐垫，野格，四个吧，不知道，现在拿一个吧。所以一共成功的东西是五个，五件，黄瓜，长面包，大标的康师傅，茉莉绿茶，茉莉绿茶，白萝卜，白萝卜，番茄，番茄没了，可以。子夜可以可以，那你们第二位出战的，请来这里拿取物品清单。周深，给他们打个眼，告诉他们什么叫歌手。我，你不要给我压力。深深这是赌上了你的那个演艺生涯。你们俩就放心拿吧，都不用跑，走着过去都行。这一局游戏对我来说压力也太大了。别紧张，深深，没人责怪你的，你这么厉害，这一次不算什么的。哎，不是说不要给我压力吗？无论如何，你在我们心里都是最棒的。休息一下吧，子怡。啊，那一次，长长，你一会儿要没喊这么长，我告诉你。啊，来了，快跑，他要跑了。赌上了职业生涯，压力这比现场直播唱歌可怕多了。来了啊，你准备好了啊？奔跑吧，有主持吗？耳快是主持，耳快是主持，这个就是耳快，走。哎，没了，野餐垫，野餐垫。饮料有没有带盒了？没有，没有，没有。快一点！还能说话？有没有可能一边出声一边吸气？那还是有点难。花没有？蔬菜有，蔬菜有。什么？南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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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萝卜，白萝卜，白萝卜，还有什么？啊！救命！快点，奔跑起来！保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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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糖，有糖。好，拜拜。哇，他是在搞创作。好，宝珠梨、白萝卜、南瓜、耳挎、野餐垫。恭喜，这一轮你们拿到了六件物品。其实最后一轮跑好累啊，前面都跑过了，对，你跑了嘛，一直在，对对对。我年纪大点，那我先喊了啊。行，杆子。凯哥在吸收大地精华呢，天地精华，吸天地之灵气。为什么凯哥范儿起这么足？在干嘛？好，等一下，最远了，有点。吸太多天地精华了。来，这儿了啊。奔跑吧。哎妈呀，你慢点，我感觉蔡文酱起飞了都。快！走走，蔬菜、水果、水果、水果。这气儿
没了。还有吗？没了。哇！没了。哇！没了。没了，哎。等等等等，快点。海哥，海哥，我们都走回来了。回来了。要不再轮一轮？好厉害！哇！这以前练什么？这是练小号的。哈密瓜、苹果、红锅、白色花、饵块、红哥野餐垫、红哥野餐垫、鲜花饼，全了。拿到了七样东西。七样。我现在眼前有点黑。看不见了，就一个人看就行了。就一个人看就行了。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听到他们七好足，就好难受。来，进行第二轮挑战，来吧，我加油。真好白，什么东西？茉莉花，什么玩意儿？西兰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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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西兰花？西兰花，这，快点什么？OK 啊，没事了，吸气了，没有，就是没有啊，等一下，没了，是不是跑完之后没气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气儿。西兰花、花椒和花生油。拿到了三件物品，好离谱啊！我拿来。大家累了可以品尝一下康师傅无糖茉莉绿茶。大家累了一会儿可以品尝一下康师傅啊，茉莉绿茶，真无糖选用春豪级的茉莉花茶，茶味纯正。没错，确实是真无糖的啊，喝起来非常健康，大家一起来试一下吧。非常健康。我真的喝到了茉莉的味道，很清香，很好喝，而且啊，你看这里写着零糖、零代糖、零能量，感觉就算喝很多也不会有负担呢，还能很好的补充活力，既好喝又健康。我开始不用你们砍啊、哦，不是他一只脚在上面，哎，别说话了，别破了我真气。你出声了吗？你这是在练呼麦吗？你都要入定了。这纯搅和，这不能算，这不算了。我被白鹿，我像一头驴。被白鹿给拉着，正义，稍微长点，哥，必须长，你放心。奔跑吧。咋样？行不行？虽然他们没打扰我，但是我能感觉到这儿有很多热气。
样，五样啊。宝珠梨，你现在没拿对吧？一个耳块没拿。自然滚，耳块没拿。天涯标的康师傅 ，OK。成功五样，第一轮。来，晨晨。蛋包，蛋包。等会儿，等会儿，没，行了。你还抢好了？我听到了呀。找调呢。好吧，来了啊。小米线。包吧。小米线，小米线。哎，那聊不少。二调。晨儿哥。你们俩是不是也太慢了点？好几个里头没有。什么玩意儿？不是，走错屋了。他这个拿了带R标的康师傅，成哥野餐店。哦，米线。米线拿了粉色花。这一轮共计拿到四件物品。获得最多物品的是李晨、周深和孟子一组，你们三位在一会儿可以每个人查看一条关于笨鸟的线索，请大家移步到旁边的篝火区，我们会在那里看完线索之后进行最终环节的投票。来，谁第一个来？我先来吧。好，我觉得咱们仨可以那个资源共享，这样咱们就只锁定谁是菜鸟了。全都共享，晨哥肯定没问题。我这都看不懂这什么呀。你慎重一点，你记清楚什么意思好吗？不是，这不就是画着那啥吗？你看这不啊，你可以念出来给我们共享吗？不可以，我才没那么笨的。那你我以为要念出来。这啥鱼啊，没见过。你们这线索就跟没给一样。你才知道、啊、那肯定是啊，你才知道啊。真过分。习惯就好了。你先跟我说说行吗？不行。为啥呀？你先看看你的，你得先告诉我的，我才能告诉你的。不，你得先告诉我你的，我才能告诉我我的，我才能告诉你我的。你到底要做啥？啊，这是反写反了吗？就是这样的。倒过来的狮子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个时候如果你告诉我这道答案，请你打在弹幕上。告师，我想想啊，有什么成语是告师吗？告师也是分析不出来。不是，我这个线索如果能分析出来，应该是很明确的。啊，这是啥意思？哎，你们看得懂那个吗？你是啥？你是啥？我完全看不懂。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先告诉我。我是个人。我是个啥东西？你是什么？你是看了个什么东西？我是一个黑桃。什么？黑桃，就扑克牌那个。黑桃。黑桃，哎。我非常庆幸一点，就是这三个人至少我觉得他们都不是笨鸟。不一定，不一定。然后最后是你。如果最后是我、嗯、我今天玩的就绝漂亮。嗯，是你今天就封神。对，他往往笨鸟他不敢这么、嗯、然后结果现在就是他不敢指真的，你知道吧。嗯，不会是你吧？然后你一直藏着。 我有藏这么深吗？因为有可能你觉得像的人其实他是显眼包。我每轮投的都很准的姐。你就要这样才能隐藏你的身份啊，因为你只要赢了你就
你不是也取得胜利了吗？是有这个道理。对啊，但是对吧，可以告诉他们吗？可以。这样，我先说一个线索，你们能分析出什么来？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线索是一个黑桃，就是扑克的那个黑桃。谁长得像黑桃？你之前是黑桃啊，那一期。一二三四，我们四个黑桃啊。什么是黑桃？那期黑桃的那期啊。这你都记得 ？Joker， 请四位底牌变成黑桃的玩家，探出头来确认朋友的身份。这你都记得？哇塞！我是黑桃吗？你是黑桃。你后来被别人给变成 Joker。哦，我中间变了两次。你之前变了 Joker。如果把它排出去的话，那就是一二三，因为我正凯哥。你们是一直都是黑桃是吗？对啊。你再说第二个，你再说第二个。第二个线索呢，是一个倒过来的狮子头。倒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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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士是不是有点偏了呀？道士这里哪有道士啊？师嘛，道师，道师，你演过道士吗？没，目前还那个领域还没涉足。一个穿着黑桃的道士啊，他是道士，为什么要穿黑桃？你连在一起好奇怪啊！我的是一个飞起来的鱼，飞鱼，飞起来的飞鱼罐头。飞鱼罐头，怎么从脑洞这么大的吗？然后那鱼是它是这样，它长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身子，然后这样一个，那是鹅吗？然后这样一个，还有一条长长的黑色的尾巴，长长的黑色的尾巴，那是美人鱼，多长那尾巴？尾巴老长了。哦，那是风筝吧？他们说是鱼。那鱼怎么能有长长的黑色的尾巴？不知道啊，我没见过那个鱼。真源，你要说啥？飞鱼嘛，打鱼飞远去。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到这个。不会这么明显的。我知道了，我那个他意思就是大鱼，对不对？周深，不会这么明显的。不会这么明显，真的不会这么明显的。接下来，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到旁边的投票箱这里，在投票的纸上写下两个人的名字。然后我们最终会统计这些票数，会将得票最高的两个人视为笨鸟的候选人。都挺能演的，说实话。对，真的深藏不露，每一个人。我现在就觉得我是清白的，这都有嫌疑。我想好了，不知道对不对啊，就瞎猜吧。丞相指定是个坏人，铁坏人。我想知道大概有多少个人怀疑我。所有。接下来公布大家投票的结果，得票最高的人是范丞丞，获得了7票。压倒性的。我都没有办法自证清白，我的一生啊！一共几票？一共9票。一共9，自己没投。还有张正元没投。没投，我觉得我傻了。他后悔，他没有投。然后得票第二高的是蔡文静，获得了5票。怎么可能？我真的是服了。接下来，晨晨和蔡文静，你站到前面来，找两位成员撕掉他们背后的名牌。如果是笨鸟的话，里面就有小名条；如果不是的话，就没有。翔哥，你赢了，你保住了你的笨鸟身份。范丞丞，我敢保证肯定对。三、二。就是。三、二、一。丞丞，我敢保证肯定对。三、二。就是三二一是啊啊不是不是成员们我说了不是那是谁啊首先现在我不是他就是我真的不是不是也不是冤死俩人
你们两位代号叫做笨鸟。笨鸟，笨鸟。哦，我们先飞是吗？是的，没错。沙溢淘汰。太拼了，这个 Tom Cruise 周。我第一个。哇，你看，姐们快点，奔跑起来啊！前两年云南野生象发生了一个北迁的一个事件。哦，对，这很有名。我相信这个是真的。这当时刷屏了，他朋友圈都刷屏。这个设计创意，真的是给昆虫住的。那这会不会有点扯？我想选 B， 你呢 ？A 和 B 好纠结啊。B 吧 ，B 我觉得很奇怪。我也觉得 B 很奇怪。对，回答错误。啊！蚂蚁我好像知道，那鸡是什么呢？鸡没有营养吗？鸡肉火锅可以接受，来了一堆蚂蚁。我觉得这个猪肉刺身有点过分了，攻击到我的底线了。我怎么觉得这个木头是智商税呢？它就是木头啊。我们俩刚才一直在观察大家的发言，然后呢？然后有的人很明显。那你告诉我呀，成功被噎了吗？成功一直在往其他的方向走。我真没身份这次，哎呀，太明显了，孩子。你肯定有问题，你老踩我。周深，你有投票权，你选择。该你发言了。刚这人拉我去看的，你说我有什么发言？不是人死俩人。周深跟凯哥，不是我，这是凯哥，不是我，凯哥，凯哥，你看我的上面写的字。不是我，我都看死了，我长大了。凯哥，这一季度我也算相信你了。对。他俩藏得太好了，这么多年没见了，凯哥你变了。今天是我路过这么几十期跑男第一天，想相信一下凯哥，然后被他骗了。谁说不给我身份的？晕了。我是这么觉得的，周深和郑恺确实在这个游戏里赢了这一局，可是他们俩消耗了以往的善良，消耗了以往大家对他们的信任。我们这叫尊重角色。从此以后人设就变了，就像我以前一样。再也没有信任可言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啊。再也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了。尊重角色，这个太明显了。为什么呢？飞鱼就是于飞。于飞是这儿呢。哦，于飞，我也纳闷呢，最近不知道怎么很多姑娘一听我叫于飞，哼一声就把我拉黑了。哦，脚趾都抠地了。导师是什么？导师是狮子的首字母缩写是哦 ，SZ 倒过来 ZS。周深，周深。哎呦我的妈呀！不亏你啊，导师。蔡导师。此导师非彼导师。恭喜今天的两位笨鸟最终成功的隐藏住了自己的身份，你们可以去那边选购兑换。第一档的奖品需要用6根黑玉米兑换，第二档的奖品是3根，第三档的奖品是1根。哎呀，来点啥呀？瓦猫。那个子毅想要瓦猫。给、okay ，这才6根就能换。这6根啊、哦，来10盒。我霸气。松茸要不要？要，都送吧。给你的粉红瓦猫，谢谢。哎呦呦，来，雨露均沾。这啥呀？冰箱贴。哦，冰箱贴。我那松茸呢？松茸下面的，拿走。有我的吧？有。这个是吧？谢谢凯哥，来点虫草吧，补补身体。对，鲜虫草很好哎，让每个人的精力都很充沛。补补身体，他都可以直接吃的鲜虫草，大家要吃吗？哇，看着好高级啊！给我来10根。说起来，冬虫夏草应该也是比较珍贵的物种，而且马上就是新的一年了，这东阳光鲜虫草礼盒这么好看，送人也很合适，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常相伴，每日都活力满满。东阳光鲜虫草根根饱满，获得有机认证地精12道精研工艺，经过层层严选，所以非常干净，没有杂质，可以直接吃。
大品牌，值得信赖更让人放心。今天一天，我们环绕着美丽的滇池，收获了很多有趣的生态故事和知识。我们了解了蓝藻治理的不易，也看到了昆明政府市民为保护滇池生态所做出的努力和改变。这滤出来的水还是好干净啊！好干净啊！滇池这颗曾经蒙尘的明珠，如今正逐渐恢复旧日的光彩。哇，对啊，太美了吧！质量好漂亮。滇池治理是我国生态环境和水污染治理的标志性工程，山坳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是滇池在经过25年治理后还于昆明的珍宝，更是无数人努力绘就的美丽中国新画卷。生态新则文明新，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将生态文明理念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珍宝吧，生态文明。欢迎马大。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昆明的生物多样性。宝峰湿地是昆虫的天堂，湿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别称地球之肾。地球之肾，昆明是中国鲜花市场的心脏。我们平均每天的一个交易量大概在500万只到600万只左右。那有话说，全国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斗南。你别拽我裤子！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来了。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微博搜索"奔跑吧"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跟微博网友们一起寻自然之序，与万物同行。